好香啊！哎呀，慌啥子？火候都还没到，等一会儿哈。我去拿明灯的哈。哎，要得。来了。来，这一下你尝一个，巴适的很。是这样吗？小火慢煨，才有肉嫩多汁、浓香四溢。嗯，好吃。没有慢煨的日常，哪来一刹那的光芒？和我一起探寻一方风土，一碗味，好好吃饭，开小灶。